在中国福建省的福州市，靠闽江的出海口有一座雄姿挺立的山，名叫古山。古山是福州历史文化的象征，依托古山的灵气，自古以来福州名人辈出。古山脚下有一个村庄叫前屿，这个当年曾经布满港岔的水乡，如今已成为繁华都市的一角。前屿村是闽江口有名的武术村，几百年来民间习武之风绵绵不断，人才济济。1910年2月15日，皇室太极创办人黄兴贤宗师就出生在这里。在他14岁那年，他的母亲遭恶人打伤，最终不治身亡。从那时起，黄兴贤发奋练武，10年间访遍武林高手，学会并精通了白鹤拳和罗汉拳，并曾获得福建省比武大会的亚军。他过去一个人到那个台江，遇到这些社会上的一些渣渣人员，他一到那里，他说那个台江电影院啊，都很尊重他。他一进来，比如黄大师来了，要让座，那个一些那个台江的一些码头啊，台江这个是一个码头非常复杂的地方，见到他来都怕掉。武术长，武术非常好，他曾经在我们福州打擂台过，都是什么获得冠军嘛。他在当时在我们福州就很有名气，我们小时候我们知道。1948年，黄兴贤宗师与乡人合伙做生意，去了与福州一水之隔的马祖，未曾料到时局发生重大变化，航道被封锁，无法返乡，他只好滞留在马祖，随后辗转到了台湾岛，从此离开了故乡和家人。黄兴贤宗师到台湾的第一站是找到了在云林虎尾镇行医并授权的纵鹤拳大师福州老乡林国忠，还在戏班里面教武术，对，我听他们讲的，他来台湾就是从马祖来台湾。在林国忠家，黄兴贤一边学医一边学拳，并拜林国忠为义父，同时做好了在台湾以医谋生、以拳传道的准备。在台湾，黄兴贤宗师有幸认识了诗、书、画、医、拳五门样样精通的五绝老人郑满清。郑满清大师是郑子太极的创始人，也是杨氏太极的第四代传人，师承杨氏太极大师杨成溥，太极拳功夫十分了得。有着一身外家拳功夫的黄兴贤宗师，从他身上发现了太极拳无穷的奥妙，酷爱武术的他，于是诚恳地拜郑满清大师为师，开始真正进入太极拳的殿堂。黄兴贤宗师的根基好，悟性高，更重要的是勤学苦练，很快就进得正式真传。练功不到4年，
就在1955年的台湾武术比赛中获得了太极拳的冠军，为师门争光的同时，也使自己名声大振。打这个我会羡慕跟人家打是一样，但是一说呢，我们用盘呢，用花药花，下点药，细打灭红军，人家气我，我羡慕。英军告诉我不要报仇，我欠了命换他，不欠命我聚集逃命。就是你大好，好命就会有好我爸爸妈妈，待他气断了。王姓贤宗师天生就是习武之人。他的太极拳功夫很快就超过了自己原来的武术功底，到了一个常人无法想象在那样短的时间里可以达到的境界。慢慢观察，九年在老鼠十九了，他观察换了呢，你要记住我的心里一定有练的，所以说你要呢，他后来到你出国搞的到大理大回来一样，后来跟妈妈他讲好，我就尽心尽力那种武术道，这个人再怎么不理大家。因为有一个舞台都有重心，有些重量都有重心，没有重量就没有重心。但我们没有重心，在那个空间里的重心。你是根据什么来抓人家的重心呢？你松，你自己松，就体会到手我的。跟那呢，我们手说松，看前嘛，就是他们。我手能硬，我手的肌肉没有了，手没有肌肉，没有敏感，就不能体会了。手又松，打马球、拉马球几招，就三遍、五遍。修那恰也不知道，没有灵感了，没有会生有说灵感，或者自己手或者有个接触要敏感性很强，说碰就像心态的重量在变态，它就最重的重心点，它是滑的重心，你打重心它滑着，你打平筋滑平筋，滑平筋就归你平筋最重的，所以它一定站不住，所以这平衡的道理，平筋道理跟一下重心，自己不厉害重心。手动也不裂中，中也不裂松，松不裂严。一点拿到就变。你四两拨千斤就是个道理。我一平衡它就完。1955年八月，黄姓贤宗师受新加坡医学界人士的邀请，远渡重洋，开始了此后漫长的以一推拳、以一养拳的道路。黄姓贤宗师每到一处，先是行医看病，然后推广健身法宝太极拳。在他的感召下，新加坡几年内参与练习太极拳的人数竟多达3000余人。许多人在练了太极拳后，多年的病痛消失了，身体和精神都有了极大的好转。这是立昌兄，这是我们宗师，这个也是立昌兄，然后你看西装笔挺，没有得顶。这个伤啊，大概拖了3-5年了，怎么一度一不好？结果怎么样好呢？你知道吗？那个师傅也好，就是练太极，什么时候练好了也不知道，到现在都没有痛。那个时候只要天气阴，就来痛了，我们叫做这风湿变成这样。天气不好就这边麻痛麻痛麻痛，结果什么时候好也不知道。我这个胃痛从年轻的时候30几岁就开始了，到现在80几岁可以痛了这个
这个五十年了，我的爸是我们上次临终的五十年了，要不是太极的话，我早已经不在这边。我看了讲这太极对我这个人生的话，实在有这个太大的帮助，不然的话我今天不会在这边凑凑热闹。我看接着讲了讲，又要感谢老师了。当时我是学一点印拳的，我以为是印拳是了不起的，在老师的稍微发一发，我就这边痛了几年，哪里知道这么厉害的呢？那个从那个时候就我就跟老师跟了十几二十年这样。我走了，但我也还没有接节目的话，震动我没有看到啊。他外行没有看到就反了怀疑了，那不叫他吧？啊，没有，外行的一看到会发生怀疑啊。有怀疑这么轻就会倒？他认为是这么轻的话怎么会倒呢？但是大概是假的了。假，两个套好了，这边套好了。你要吃啊，其他地方你自己套，你没有摸过。他胃口你没有吃过，不等于胃口好坏啊，不同没有差。黄庆贤宗师到新加坡后，他的弟子郑显器在台湾开班授徒，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数十年间，单是郑显器的徒弟们就在台湾的历届太极拳比赛中获得了60多个冠军头衔。1959年，黄庆贤宗师在东南亚第一个太极学会——新加坡太极学会正式成立。黄庆贤担任总教练，新加坡融侨体育会总会长谢穆泰是他的第一位助教。此后，谢穆泰在皇室太极的发展历程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为皇室太极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黄庆贤宗师在新加坡行医授权的时候，他的恩师郑曼青大师曾专程到新加坡探望他，这使得黄庆贤深受鼓舞与鞭策。杨氏太极第四代传人杨振铎大师到新加坡时，也与宗师热切会晤。1959年之底，黄庆贤宗师把在新加坡点燃的太极之火又传到了马来西亚。他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沙劳越州的古晋市。古晋是个美丽而又富有热带风情的城市，黄庆贤宗师几十年来在马来西亚几十个城市之间来来往往，但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特别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在这里他将一生习练太极的心得体会记录整理出来，写出了十几年关于皇室太极的教案和理论书籍。从古晋开始，黄庆贤宗师把他的太极拳教学逐步扩展到马来西亚的各个地方，四里奎、石屋、民纳丹、梅里、丹南、根蒂药、宝佛、亚庇。芙蓉、巴生、吉隆坡、淡马鲁、文德甲、关丹、劳务、尔连突等等，共计20几个城市。从1959年至1982年的23年间，约有近4万人成为黄氏太极拳的弟子，有些学生还将黄氏太极传播到澳洲、纽西兰、美国和欧洲等国家。黄氏太极的海外盛行成为中国武术作为一项传统中华文化
在海外传播和发扬光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奇迹。黄秋凤是黄庆贤宗师的女儿，1955年她就开始跟父亲练习太极拳，毕生醉心于太极拳，后被父亲委任为黄氏太极的副总教练。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她，依旧在古晋开着一家诊所。小儿子黄国林作为她的助手，一起为当地人看病，也不时教授太极拳，过着十分安逸的生活。许多当年跟着黄庆贤练拳和学医的人，晚年后利用一生积累的经验和功力，开气功诊所，继续为世人造福。现定居于吉隆坡市郊八打岭的陈克里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陈克里今年74岁，身体看上去仍然十分健康。他从1974年开始跟随黄庆贤学太极，一直跟在师父身边有20多年。没有知道这么多师兄弟啊，还有适合师兄的时候啊。好啊，好啊，第一次的时候啊，老师就玩，哇，为什么？我说我那时候我就刚刚开学，你学过了，我都以为学过一点点的啊，其他功夫啊，其他的太极拳都有，人家玩完了，这样退下一两三下手，我以为这个就是退手。那时候我那个老师讲，你这么好，人家讲你很功夫，我就心话，车玩完了，我就哈，我说哇，我变得这么厉害的。没有理由了，我再来过，哇！他看到我是心还刚刚，啪啪，哎呦，真正的功夫那一发得劲啊，我跌得很厉害，啊，好彩后面还有人接，啊，我就知道你越硬拼他，你就越重，那安全力就越强，啊，以后我乖乖就跟他学了，啊，跟他拼命就打到这几十年了，所以他们。我们去表演什么，从来没有说，在家里示范过的，没有了。他马上叫你拉你出来就，你就完。他没有境界啊，对的，没有境界的啊，永远学不完。是的，太极拳呐，啊，你越练的越下去，你追过去的时候，啊，永远都是好像开始了。对对对。啊，好，啊，整个体传到180米过来，嗯，过去。黄庆贤宗师到晚年时提出天下太极一家亲的主张，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古晋市建一座世界太极中心，以便让中华文化永远植根于此。在黄庆贤宗师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把每一年各地太极弟子为他做寿的礼金全部移作建设基金。不仅如此，他还为此到处募捐款项。古晋市政府为黄庆贤宗师的精神所感动，特意划拨一块土地作为建设世界太极中心专用地。古晋太极健身学会如今就坐落在这块土地的一角，黄庆贤宗师的义子会长许忠新就在当地有拿督头衔，在社会上颇受人尊敬。也费事。
作为皇室太极马来西亚最早的根据地，古晋太极健身学会至今仍是组织机构完善、练功场所宽大、各类人才齐聚的太极之家。学员们表演的皇室太极剑、太极拐、太极刀以及三分快拳和活步推手等项目，既有黄庆贤宗师早年拳架的开展，又有晚年推手的灵动，令人赏心悦目。定居在梅里的新马汶皇室太极总教练叶强今年已经74岁了，他从1962年起就跟随黄庆贤宗师学习太极拳。叶强总教练为人忠厚聪明，深得老师赏识，入门学艺的第二年，黄庆贤便将小女儿黄秋梅许配给他。1966年，黄庆贤宗师派他们夫妇俩到梅里教拳，一直至今。黄秋梅与她姐姐黄秋凤一样，都是从小跟随父亲黄庆贤宗师习练太极拳，后来也受委任为皇室太极副总教练，对皇室太极的理解非同一般。夫唱妇随，在他的协助下，梅里皇室太极学会发展得如火如荼，会务昌盛，同时也积极推动皇室太极在马来西亚及海外的发扬。在这里，夫妇俩依照父亲的教导，制定了一整套完整的晋级制度。至今，太极学员们仍进行2年1次的晋级考试，从初学者到白领，到蓝领助教、红领教练，到蓝红领区域总教练，晋升的条件非常严格。这些太极都是些做人，做人都是太极，做人要谦虚，要虚心。这些要学好太极，要有信心，对太极要信心，有信心就要有耐心。有耐心，就要有恒心，要持之以恒，还有虚心。在这里想要细心，因为太极的原理啊，很深奥的，很深的。有些原理到现在我们还看不懂，还练，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叶强总教练的太极拳打的是行云流水，滴水不漏。舞起太极剑来，依然飒爽临风。而耍起太极枪来，风生水起，更没有人相信他已是年逾古稀之年。松身舞法是梅里太极学员每天必练的科目。
梅里太极学会学员的推手、双人太极棍对练、太极枪、杜静功等等，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最让星马皇室太极同道们不能忘怀的是，发生在1970年那场黄庆贤宗师与国际知名摔跤大王廖广成的擂台赛。当时云南善堂为筹建老人院，而在古晋第三小学的体育馆里组织了这场义赛。关于这两本册子哦，其中一本是有关这个黄老师哦，在这个1970年4月5号在这个沙劳越古晋的时候哦，举行了一场这个轰动东南亚的一个中西拳的擂台赛了哦。那么这个这场的擂台赛呢，可以说是整个的那个比赛的非常的精彩了。太极拳看似软绵绵的功夫，能不能与刚健勇猛的摔跤拳击抗衡并取胜呢？从擂台赛一开始，这场充满刺激和悬念的比赛就紧紧抓住现场数千观众的心弦。因为我是棋手嘛，两个棋手，棋手，还有两个是 lefty， 一个是谢木泰师兄，一个是他对换的，两个，那么一共呢在台上有连我是5位吧。一个是名震东南亚的太极高手，一个是号称常胜将军的国际著名摔跤家，双方互有敬畏之心，所以一开局两人都显得非常谨慎，谁也不敢主动发起进攻。最紧张是刚刚上台的时候，还没有他们两个还没有接触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老师他表现怎么样。等到他第一句打完，我就根本就很放心，我知道他的程度，对方的程度不可能廖广成终于忍不住发动进攻，但都被黄宗师摔倒。不管廖广成怎样进攻，黄庆贤宗师凭着太极拳的听劲、化劲、发劲三大劲，频频把饿虎扑食一般的廖广成一次次的摔倒在地。廖广成使出勾手技，但一样被黄庆贤宗师用太极功夫摔开。
廖广成进站的企图不成，又一次被撂倒在地上。老师呢，在比赛的时候最突出的一个，他很稳定，他没有一点慌张，啊，不管他是出于怎么招，他就在冷静中啊取胜。我老师就主动的去攻击他，很少，很少，所以呀、以静为动，这个是太极拳的看家本领。几个回合下来，廖广成一点便宜都没占到，有一点心急气躁，凭着人高马大扑上来抱住黄杏贤宗师，想用粘贴的方式摔倒对手，但是屡屡被宗师用金蝉脱壳之术摆脱。老师呢，连画他三下，到了旁边又画了他一下，差一点要到台下去，他反抗，就是说你不可以啊，我还没有起来，你又画我啊。老师说是你没有守规矩。最终黄杏贤宗师大发神威，连发劲三次，
将廖广成接连推倒三次，以26-0的骄人战绩结束了战斗。黄庆贤大胜廖广成的消息第二天便轰动了新闻界，各报都争相报道这一爆炸性的新闻，一时间太极拳的荣耀成了推动太极事业迅猛发展的最好动力。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新马一带功德圆满的黄庆贤多次带学生回台湾，参加台湾方面举办的各项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黄氏的班师回朝在台湾太极界引起极大的轰动，台湾的太极拳学会为表彰黄庆贤在海外推广太极拳的丰功伟绩和肯定他在太极拳方面登峰造极的道绩，还特地给他颁发了弘扬国粹的牌匾和太极九段的荣誉证书。迄今为止，这是台湾唯一的一个太极九段的荣誉封号。台北十中学社由郑满清创办，师兄弟和他的徒弟们对黄庆贤回台湾参加比赛和交流感到非常的高兴，他们既为黄庆贤在海外推广和发展正式太极的大功德表示感谢和欣慰，又为黄庆贤在继承和钻研中形成独立的一支太极拳法感到吃惊和好奇。通过印证武功和观看表演和比赛，台湾太极拳界和国术界对黄庆贤不由地产生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感慨。许多黄庆贤的师兄弟本着太极一家亲的宽大胸怀，还把自己的弟子推荐或托付给黄庆贤，让他指点他们更上一层楼。这种师门情谊和公而忘私的情怀很让黄庆贤感动。我他的功夫既然又在小时候已经培养各种功夫联合在一起的，这个其他的功夫啊这个根底很深，在这边我就要有根啊，没有根啊上面不能松啊，他的根已经沉到地下去，也可是啊湖下去了，不是在湖冰上面，所以他确定我到马来西亚去，我到福建去过嘛，而且我还不尊重他的，他是师兄嘛。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他们都叫他师兄。而且这个林中年龄啊，这个相遇已久了。Thank you.
黄庆贤宗师常说，教拳教拳就是教别人练自己。在星马20多年的教学实践中，黄庆贤宗师不断总结前人和各太极门派的得失与经验，逐步形成了由独特道技构成的黄氏太极体系。在他那里，拳架和招式不是最重要的，与人搏击和取胜更不重要，唯一的目的是使人体符合大自然一切运行的规律，达到强身健体的结果。所以黄庆贤宗师独创的浑元桩和松身武法是他晚年教拳的主要科目。为了黄氏太极能完整的和尽快的传播，从1983年6月5日开始，他先后在丹南、古晋、吉隆坡、台湾、芙蓉等地，一共举办了12期黄氏太极国际师资培训班，培训了300多人的骨干队伍。这些培训班的学员后来均成为普及和发展黄氏太极的骨干和精英。黄庆贤宗师一生中最激动的事情是在1988年，他受到中国武协的邀请，率新马黄氏太极访问团参加在杭州举行的中国首届武术节。这是他离开祖国整整40年后第一次荣归故里。黄庆贤宗师一行受到主办方的热烈欢迎。
黄庆贤宗师随后特意回到福州鼓山老家。让黄庆贤宗师倍感欣慰的是，家乡的政府和体育界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89年，黄庆贤宗师还以79岁高龄应邀赴美国洛杉矶，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国际武术邀请赛。在这届比赛中，宗师率弟子们表演了炉火纯青的中国太极功夫，他本人荣获太极推手冠军和大会颁发的最高贡献奖，并被封予武术博士的荣誉称号。跟随黄庆贤宗师访美并获得太极拳比赛金牌的几个弟子中，有一位名叫郑秀英，是黄庆贤的义女和女高徒。表演拳架拳术太极拳，那黄庆贤大师呢，他是表演这个太极退手。就在黄氏太极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92年忽然传来黄庆贤宗师因突发脑溢血而病危的消息。1992年12月21日，于病重之时坚持回国的黄庆贤宗师在福州病逝，享年82岁。一颗中国武术界的巨星至此陨落，宗师黄庆贤的遗体先是埋葬于他的家乡鼓山脚下，多年后又迁葬于他青年时踏遍青山访名师的福州北岭之下的莲花山陵园。每年清明前后，都有世界各地黄氏太极的弟子们前来祭拜恩师。一代太极拳宗师黄庆贤在东南亚辛勤耕耘而大有所成的太极事业，并未因他本人的去世而影响前进的步伐。叶强总教练还专门发起成立了世界黄系太极联谊会，每2年举行一次黄氏太极拳观摩赛，以使黄氏太极能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也让更多的黄氏太极同道始终保持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黄氏太极的弟子们正一代一代高举黄氏太极这面大旗，永远牢记先师的谆谆教诲，继续发扬道技兼扬、体用结合的太极精神，把中华文化的精髓、人类健康的瑰宝——太极拳伟业传承下去，普及光大。中国生产黄氏太极呢，将向中国呢，把我们黄氏太极列为我们第六大门派的一个太极，所以呢，我在此呼吁这个世界的黄庆贤太师的弟子，黄庆贤的这个学员们，黄庆贤太师的学员们呢，
能本着爱护皇室太极，尊师重道，饮水思源呢，来配合这个力量呢，把这个皇室太极带进每一个角落，把这个皇室太极带给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练太极拳，你是在自己修炼自己，而且他也逐渐把你的性格从那种很那种所谓很急躁，把它调到比较温和那种，所以它会改变你的那种人生的那种性格，而且你的观点也会受到改变。基础要搞好，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松身舞法，我们的基本功就是松身舞法，它就是松我们的关节经络，关节经络放松，要进而去感觉到你的脚贴地的时候，久而久之开始是脚很酸，很多年轻人都承受不了，他们练得甚至会发抖的，你的基本功搞好了下去，你练架子啊器械什么也就比较容易上手。他就跟我讲说，既然他说你的太极拳的进度是看你做人，他说你做人到哪里，太极就到哪里。那时候我才24岁，当然我对这个这种想法说做人到哪里，太极到哪里，我觉得是有什么关系呢？结果呢，到练了20多年的太极拳，我就觉得老师说的话是。真真切切，你做人到哪里，太极拳。大的团队，对吗？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团队，他在我后面做一个强力的支持。开会的时候，村长有个村主跟我讲，现在还要往事要发展的这个中国发展，你们有谁愿意可以帮忙去发展的？不勉强啊，我是第一个站出来，可以丢，我单身啊，没问题。我甚至我跟他讲过，我把我的工厂关掉，他我跟你一起去都没有问题。带着这份责任回来，我是希望只要有兴趣的人都来练，而且不是说一定是皇室太极，去研究照着这皇室太极原来的一些东西去研究下去，把皇室太极的精髓整理出来，它也就是太极的精髓嘛，所以我觉得是应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